我想对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来讲，在这个台南都的这个初选过程当中，大家非常担心，会不会有这种所谓互相攻击的情况？所以我们这个台湾社跟一些本土社团，包括南社、客社等等，决定来协助这个候选人，希望能够大家签订一个所谓的互信公约，大家承诺在这个初选过程当中，不用负面的选举，同时也希望呢，在这个初选结果出来之后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大家都愿意去帮助那个党提名的候选来打赢这场胜仗。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记者会是一个团结一致对外的一个记者会，希望用一个比较互相尊重，还有这个共同为大局着想的这个方向来推动党内未来的初选。谢谢。好。谢谢。